四川火锅最早现于清道光年间，相传在明俄以东锦水之上，有一位火锅英雄蜀大侠。近日蜀大侠现身，定是为五虎上将而来。这五将分别是涂云天、草上飞、八段锦、刀尖刃和玉蛟龙。倘若凑齐这五人，将召唤出一道惊世骇俗、绝世美味的火锅。奶奶的！九条，切肉。蜀大侠现身了。蜀大侠，大功告成，各路英雄就坐。谢谢大侠。来倒酒。大侠行江湖，火锅论英雄。